咁而家咧就我就陳偉業議員同埋陳志全議員嗰個議案係付諸表決。有關呢個議案咧，就係並無法律約束力嘅。葉劉淑儀議員，你講嚇。咁早幾日啊，7月20幾號啊，劉皇發主席先裁決過，咁嗰個法律問題點解決？點處理？葉議員咧，其實我琴日已經作咗一個裁決，就係有直接相關，咁所以我哋而家先去辯論呢樣嘢。咁就而家付諸表決，贊成有關議案嘅委員請舉手。請讀名，讀名嚇。好啊！贊成嘅有劉慧卿議員、何秀蘭議員、張超雄議員、梁繼昌議員、陳偉業議員、陳志全議員、毛孟靜議員、范國威議員、馮檢基議員、陶謹申議員、陳家洛議員。反對嘅委員請舉手。反對嘅有蔣麗雲議員、田北辰議員、石禮謙議員、葉劉淑儀議員、盧偉國議員、陳建波議員、葉國謙議員。有冇人棄權？有冇人棄權？冇。就贊成嘅有10位委員，反對嘅有7位委員，就宣布議案獲得通過。我想因為秘書處啱更正咧，其實贊成嘅有11位，就並唔係頭先講10位。